OK， 稍后再讲。音乐划时代第一首歌曲唱的是刘若英的《为爱痴狂》，作词的作曲呢是由最近传出一些负面新闻的陈升包办，这里就不讲他的新闻了啊。沟通就像打乒乓啊，打羽球一样，通常你是双向的一个活动，你来我往，在什么情况下呢？你不回应一个人，收到诈骗短信的时候，